但而家水深到大概40，啲下面大概去到60。但係啲車頭蓋啊，車頭蓋呢度係浸到呢個位置，咁佢最少都係去到80到1米左右嘅水深。所以呢個係好犀利啊！今次嘅大水損失慘重，呢台車就肯定已經係報廢㗎啦。水浸車㗎啦，睇睇睇呢度先。浸到咁嘅样啊！龙盘二街啊，龙盘二街而家开始翻移啦，准备放移种咯。我同二一六个车打电话又冇接，浸到惨啊！你睇过大家点啊？睇到嘛？哇！嗰啲车浸到惨啊！一台车追横嘅噃，你话一台车追横嘅噃，听到嘛？嗰啲佢又追横台车浸好追。我的天哪，我这个在花果山水帘洞啊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在是很近距离的到达了这个小东江的同心岛附近。同心岛大家可以从这个近景可以看到完完全全被淹没了，那里的凉亭几乎看不到陆地了，只看到一些树。邻近我哋东江河堤同埋小东江同冧岛之间个桥啊，已经完全淹没啦，个河流啊，洪水个洪流啊，非常淌急，把个桥基本上要冲冧啦，好危险啊！而家水流仲系好大。油城四路这个路段，现在呢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，那个车过不了了，大家往后面看，对面就是小东江这个永久桥了，永久桥下边的洪水呢，刚才也看到了，非常的高位，那么导致这个市中心里面的水呢排不出去，有点东江河水倒灌，从而导致这公路反而成了河。哎，我开个旧腿，还没买单这个价，谁这么多这么多旧腿的？谁单丢的？这么多旧腿啊！我丢你个娘啊！你不专门的。专门的。睇啦，你睇啦，睇啦，哦，好狂啊！哦，哦，所有小姐，哦，哎呀，哎呀！感觉水位越来越高了，一片汪洋的感觉，拖车都来不及推啊，他们都是手动推车了。水位越来越高的感觉了吗？感觉水位越来越高了，一片汪洋的感觉，拖车都来不及推啊，他们都是手动推车了。水位越来越高的感觉了吗？
你们是不是都是附近那些学生呢？对啊，昨晚吃了，然后上车，然后结果起床就好像没了。这样子没？昨天晚上我4点钟起床都没有，我都没想到不刮台风会下这么大的雨。
都浪球装逼人的，两腿打顺，还要腿头带捞带啥的。呀，你太给赖了，两不行。顺卡个那个，再卡住好多。嗯，那是发来当头枪两三枪，顺都过不去步噶在卡住了桥中间个位置。中间过个只，跟人过只步噶。个庙会，个个庙会，顺那在你呢？要掉下来啦！啊，庙会在那里的。啊。过那个山，你嘛跟坐山家跟起去吃东家。
毛滚毛滚，到另一边。哦，就这间。我这一锅。你能呢？慢点，起哇，起哇，起哇要起啦！我再叫你来卡。明天呢？明天，明天面几个地方？你说起哇，叫我叫你来，我最有钱啊！你个家伙，你啊！我最有钱啊，好嘛？侬叫谁？快跑过来！侬叫谁跑过来？不忙不讲不。你去哪吧？你去哪五边？你啊，把你听我这个哩。啊？我不能听。好，几号人呐？那这个，你要车多少？你找找不？你找找不？慢慢慢，我来听。你上来弄啊，过来弄。那能过来？来包多点，来包多点。他们那个鸡丁哦，鸡丁鸡丁啊。鸡丁贵呢？好便贵啊不？但是好吃啊嘛。但是好吃啊，哎。每个桃子都新鲜的。天哪，不行了，这可咋走啊？太吓人，这真深到呢！哎呦我的妈呀，真是！哎呦我的天哪！
沈阳市于洪区城山路26号附近。坐标湖南区碧水河北路。川山中路已将被困学生转移到第十中学。哎呀！7月7日，沈阳的暴雨太猛了。拍摄的市民说，吃顿饭功夫，从河边之流，这个小桥就没了。吃个饭回来，这就塌成这样了。看到没有？这是太行山山西的方向，这是河南和山西两省交界之处的太行山，壁立千仞，仿似刀削。然后这儿有一线飞瀑，从山西流到河南，一个瀑布从山西跌落到河南。然后这个地方去年7月份
727河南下大暴雨，正中新疆，然后这片就是太行山阻隔了那个雨云，导致剧烈的降水，然后这个地方也发了大水，山洪爆发，巨大的塌方。把这个石桥冲毁了一角，然后这块路到现在一年了还没完全修通修好，所以这儿就用大石头拦了一道不让车通过，然后这个车呢从山西开过来到这儿差10公分过不去，现在司机拿了千斤顶正在顶石头，顶这个大石头，想办法把它顶开，顶10-20公分这个车就能过去，要不然他就要掉头回山西，再绕道两三百公里才能进入河南。左手边是河南这个小石桥，右手边没多远就是山西，好尴尬。台风及持续强降雨的影响，广东多地农作物出现了倒撞水电的现象，部分地区企业厂房受浸受损。面对灾情，广东各级部门正稳步开展行动，以精准为关键词，多措并举，最强力度做好抗灾保产。韶关曲江张氏镇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马坝油毡米的主要产区，受强降雨和洪水影响，全镇13个村和社区被淹，其中群星村受灾最为严重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8600多亩。当地农技专家将受灾水稻划分为不同区域，带来农用无人机、翻耕机等机械因地制宜精准补救。半成熟的水淹不是太严重的田块呢，进行一个保收区的管理，进行一个一喷二防，进行一个叶面喷洒，保这个颗粒归仓，增加粮食产量。在茂名高州石鼓镇出现大面积水稻倒伏，当地保险公司运用卫星遥感技术，并启用无人机、测模仪器、视频查勘等手段，对承保标的进行查勘定损，大大提高理赔速度。得到无人机影像之后，会为承保还有理赔的工作提供一个可靠的第三方技术支持。在汕头潮阳古饶镇，不少制衣企业厂被淹，经过2天清理，部分工人已经返岗工作。当地税务部门也出台了支持灾后复产的实事条政策和服务举措，减轻受灾企业税费负担，为他们度身定做，争取做到一企一策，支持受灾企业延期申报缴纳税费款，力争让企业早日复工复产。极端天气之后，由于广东各地受灾情况复杂化差异大，倘若机械地进行抗灾保产工作，往往会留下灾情的盲区死角。施策精准，手段精准，拔项发力，展现了广东政府部门抗灾保产的能力和水平，更是给受灾群众送上了定心丸。此外，广东省农业厅派出2个专家指导组，组建6支农技服务轻骑兵，开展农业救灾减损精准服务，多地开辟绿色理赔通道，以最快速度推进理赔服务，做到应赔尽赔快赔，加快推进倒伏水稻抢救，抢种晚稻，以晚补早，各项举措接力救灾，精准服务救生产，全省上下全力推动，保证灾后生产的有序推进。
高桥七二，看看这倒着要人手一挥是什么。招呼着倒着了。妈呀，今天还是比甄嬛小产那天带热啊，老子的空气流汗了，出门买五分钟都给我热成条形码了。你刷个冷气还带好哈，它可以加衣裳，那个热气你总不可能喊老子扒皮哟啊。还那个老天爷也是，那个暴雨预警和那个高温预警一起发布，要下开水呀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啊，是。